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时代管理工程：人力资源整体解决方案》的培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企业培训的流程和培训中的技巧。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培训，组织了非常多的培训，都希望我们的培训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培训，能够帮助大家一起使我们在企业里在做培训的时候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表。那么企业在做培训的时候，为什么效果不好？效果不好影响的原因有什么？那么首先，培训需求不明确是影响培训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培训需求，培训人不知道要培训什么，学员也不知道应该学习什么。那么实际上，在一个企业里，我们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企业的学员认为的培训需求。培训部门认为的培训需求和企业的领导者认为的需求，那么这三种需求通常是不一样的。那么，企业培训的需求，其目的就是要让这三者的需求达到一个共识，达成一种共识，大家都会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么，只有这种共识的需求，才是企业真正的需求，才有可能使培训的效果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好。那么第二，培训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是培训效果不好的原因。培训没有目标，或者说目标太大，我希望通过这个培训改变员工的态度，我希望这个培训增加团队的凝聚力。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目标对于培训来说就太大了。一个培训不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一个培训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培训的目标的设定的问题，也是培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那么下面，参加培训的人员的情况不了解，组织培训时候不知道学员希望参加什么样的培训，不知道希望他在什么样，他希望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以前培训的经历如果不了解，那么学员如果在一种陌生的、不熟悉的环境或者氛围里参加培训，那么他的投入就会非常的少，那么培训效果也不理想。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培训的方法选择不当。我们说培训不同于教育，教育只有一种方法，那么就是讲演，就是 presentation， 就是一种方法。那么培训对于成年人的培训，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讲演、练习、游戏、讨论、角色演练、案例学习等等不同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是适合成年人学习的方法，那么成年人也只有在这种不同的方法里，才有可能很有兴趣地去参加这些培训。所以在培训中，方法过于单一或者方法选择不当，也是影响培训效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一定要选用更多的方法，那么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培训变得更加的生动，效果达到更好。好，那么接下来，培训后没有在工作中应用，也是培训效果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在现在我们做的培训里头，我们往往认为培训课程结束以后，就培训也结束了。那么其实培训课程只是在整个培训中一个很少的一部分。培训结束以后，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后期的工作，比方说培训的跟进。一个员工培训如果没有在工作中去应用，没有反复的在工作中应用，没有成为他的习惯行为，那么培训就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说，如何让员工在工作中应用这些学习的技能和知识，是培训的一个重点，也是培训效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证因素。所以培训完了以后，那么相应的跟进措施、辅导措施、辅导流程、跟进流程是培训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两个流程也是我们目前在做培训中常常忽视而且没有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培训后一定要去跟进，一定要让他在运用这些。那么培训没有计划性，也会影响到培训的效果。我们说，任何一个员工如果要在企业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一种作用，产生更大的业绩，他需要很多技能共同来完成这个工作，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能就影响到他的工作的效果。我们会说，一个员工在企业中工作，至少会需要时间管理的能力、沟通的技巧、团队合作的技巧、
只有这些技巧形成一个很好的组合，才有可能产生更大的一个工作业绩。所以培训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必须是有计划的，那么这样那么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培训效果达到更好。那么下面呢，为了使我们的培训效果更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一个企业培训的一个流程和在企业做培训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培训技巧。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那么培训的流程会分为五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就是培训的需求分析，要培训什么，为什么要培训什么，这个。那么什么是培训需求？准确的定义是这样，岗位要求员工做出来的表现和实际员工的表现之间的差距就是培训需求。我们在招聘一个员工，一个员工在一个岗位上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他具有这样的表现，产生这样的业绩，但是实际上他的表现和业绩和我们希望的有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就是培训的需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而这种差距肯定会存在，原因是什么？原因非常多。第一，我们所处在的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新的知识不断的增加，那么对于不断的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技术，那么是一种原因。第二，岗位对员工的要求不断在变化，那么以前岗位对他是这样要求，以后会有所变化，那么这也是培训需求的一个原因。那么下面，员工的流动以及公司业务的调整也会导致不断的会有需求产生。那么这种需求归纳起来，对于员工有三个方面，那么分别是员工对知识、技巧和态度这三个方面的需求。那么需求分三个方面，我们先看一下态度。那么对于员工来说，态度是影响员工工作表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它从定义上也是培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需求。那么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是员工经过长期的经历逐步形成的对于工作的一种看法，或者对于工作的一种投入。那么这种态度一旦形成以后，是不容易轻易的改变的。那么如果我们想通过培训来改变员工的态度，那么效果肯定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说，那么培训如果想改变态度是非常难的。换句话说，那么态度是不可以通过培训来解决的。如果员工是由于态度造成的工作表现的差距，那么不要用培训来解决，应该用相应的一些考评措施或者相应的一些激励措施来解决。好，那么第二，那么就是知识。如果员工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导致的工作表现的问题，那么可以进行培训。那么这种培训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培训，这种培训就类似于我们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那种以讲述为主的，那么这是一种。那么再看技巧或者说技能，那么就由于员工缺乏技巧造成的工作表现的不理想，那么它正是我们培训的一个重点。那么培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够帮助员工提高他在工作中的技巧，或者提高他在工作中的习惯行为，使他产生良好的习惯行为，有利于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效果。那么培训的重点将是提高员工的技巧。好，那么我们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需求，那么去了解出哪一条技巧是他需要的，他需要学习哪条技巧。那么分析需求那会有是我们在培训开始之前一个重要的工作。好，我们看一下，分析需求有很多的方法，有问卷法，发很多的问卷，有核心人物访谈法，重点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访谈，那么有会见法，那么开一个大会大家讨论一下需求什么，有工作观察法，你在工作中去观察你的员工，看他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他欠缺的是什么样的技能。那么这些方法都是了解培训需求很好的方法，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每一种方法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问卷法
就是会发很多的问卷让员工去填他需要培训什么。那么这个方法效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对于不同的企业不理想，原因是我们的企业的员工他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他是否能够具备看清自己技能的能力，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技能，不需要技能什么技能，知道自己掌握了什么技能，没掌握什么技能。那么员工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那么你问卷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如果员工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不知道我具备什么技能，不具备什么技能，你发了问卷以后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结论。那么很多公司都发了很多的需求问卷让所有的员工去填，填上来统计的结果发现有两个培训需求最大，那么就是英语培训和电脑培训。那么实际上这是他真正需要的吗？不见得，很可能这不是需要的。那么你一旦做了这种培训，英语的培训和电脑的培训，他愿意参加吗？很可能他并不真愿意参加。那么我在一个单位做培训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情况，经过调查，所有员工认为他最需要的是英语培训，那么统计结果已经公布了，没有办法要组织英语培训。我们在请了一个留学生，他是一个美国人，我们请他来教英语，说好了是一个小时给他400块钱。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哎呀，学生非常的多，有20-30个学员都在上课。那么第二天呢，就少了一半。一个星期以后，美国老师来找我，他说：“柳青先生，我看这个培训咱们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我来上课了，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一个学员都没有来参加。”那实际上，实践证明，这种问卷法在我们现在的企业里的效果并不非常的好，因为学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好，那么核心人物访谈法是我们能够做的比较好的一种培训需求的方法，找一些重点的人物，然后进行面对面的访谈，通过大家的这种沟通来了解他需要的是什么技能。那么这个是经常做的，也是非常有效的。其实在整个需求里头最有效的方法是工作观察法。那么但是工作观察法需要你的实地的去观察员工在工作中的表现。如果观察销售员，你要跟着他去拜访客户，跟着他很长的时间，然后就观察出他缺乏什么技能。但是由于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的人力物力过多，所以在企业中不被经常的使用。但是要知道，如果你的企业有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工作观察法是了解需求一个最准确的一种方法。你在实际的工作中去观察他的技能，然后记录他缺少什么样的技能。好，那么我们就重点会讨论一下最有效的，我们会经常用的一种核心人物访谈法。那么它就是说，你找到几个重点的培训对象，你和他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访谈，去了解一下他需要的培训是什么。好，访谈有三种方式，有面谈，有电话，但是千万不要用 email 进行访谈。那么在面谈和电话这两种方式里头，面谈会更好一些。好，那么访谈，需求访谈，请你记住，需求访谈不是去问他你需要培训什么，你如果这样的问的话，得到的答案肯定是千差万别的，答案的答案肯定很多是需要培训英语，需要培训电脑。那么这种访谈你不是直接问他需要什么，而是你通过和他的沟通，对他有逻辑的一些提问，分析出或者和他共同分析出他需要什么。所以在访谈的过程中，不要问你需要什么培训，要问相关的以下问题。第一，你要问一些学员的背景，学员的背景，他工作多长时间，他有多少工作的经历，他以前学的是什么专业，他参加过什么培训。那么准确的说，员工如果什么培训都没有参加过，那他的需求就非常多。换句话说，任何技能很有可能都是他的需求，要了解他的背景。那么下面要了解他的期望，员工个人他期望在哪些方面得到提高，员工个人觉得他在哪些方面不足，你这个也会要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你要了解他希望选择什么时间、什么场地，在什么样的氛围里进行培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面对的是成年人，
成年人不可能强迫他培训，只有他愿意参加，那么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好的效果。所以你一定要问他希望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氛围里培训，那么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他希望的和实际你组织的环境是一致的，那么他就可以很好的参与到培训中间，并且愿意主动去学习。好，那么你同时还要了解一下他现有的知识水平是什么样，知识是否有欠缺。那么接下来你还要了解一个员工对培训的态度是什么，他认为培训能够帮助他提高技能，能够帮助他把工作做得更好，还是他认为培训根本就无所谓，不能帮助他。你一定要问清，凡是员工自己认为培训没有必要，自己不愿意参加的，你永远不要对他实施培训。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对他实施的培训，你的培训费用就会得到了浪费，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说，换句话说，只有员工愿意参加培训，你才给他培训，否则你的培训费用就等于浪费了。好，那么通过面谈以后，你会得出很多培训的需求，那么通过你和他的沟通得出来。那么培训需求完了以后，你要进行总结，这个总结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在培训的面谈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是真实的信息，哪些是可以培训的，哪些是不能培训的，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你要进行一下总结。那么在总结的过程中，首先要总结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些问题、哪些需求是不能够通过培训解决的，哪些是能够通过培训解决的。那么在所有的培训里头没有太大的错误，最大的一个错误，在培训里犯的最大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不该培训的、不能通过培训解决的问题，你却偏偏给他培训了。那么这样的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比方说我在一个企业里见到，他说我们的员工现在态度不积极，什么表现呢？我说什么表现，他回答说，那么我们希望员工注意自己的仪表，希望他穿西装，希望他打领带，可是他就是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他说是不是能够组织一个培训去培训他，告诉他要穿西装要打领带。我说那么这样的培训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有一个反的，让他产生一种抵触的情绪。他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个问题不是培训解决的，而是公司制度解决的。你说不打领带就扣工资，不穿西装就扣工资，那么他自然就会穿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公司的氛围本身就是一个很高层次的氛围，你的环境都非常的好，周围的人都打着领带，那么他自然也会打领带。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国贸大厦上班，那么我见里面所有的人先生们都打着领带，没有要求他打领带，因为这样的环境他觉得他必须打。如果他不打领带，那么他就觉得对自己将是一种影响。所以说培训需求访谈完以后，你必须要明确哪些是可以培训的，哪些是不能培训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流程，培训需求。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流程，就是有了需求以后，你就要根据培训的需求去设计你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好，我们看一下如何去设计培训的课程。好，那么在设计课程里头包括三个步骤，你一定要注意。那么第一个步骤就要设定培训的目标，我通过这个培训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解决什么样的一种技能的差距。那么第二个，培训课程设计里要设计培训的内容，我这次培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第三个，其实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往往被大家所忽视，就是培训中用哪些方法进行。同样的内容可以用讲解的方法，也可以用讨论的方法，也可以用游戏的方法，也可以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我用什么方法来实行。那么现在在国内很多培训最欠缺的一种不是它的内容，我们内容已经非常的详实了，欠缺的就是没有使用更多的更恰如其分的培训方法来传递这些内容。好，那么所以说培训在设计过程要三个东西，目标、内容和方法。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如何设定一个培训的目标。设定培训的目标要注意，第一，一定要表达清楚，表达清楚。比方说
提高员工团队的合作精神，提高他的凝聚力，那么这样都不是一个培训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永远无法完成。表达清楚。那么第二，要使用一些可以行动的词汇，比方说，那么学会写出，学会做出，学会安装，学会填写，那么这些都是一种行为的词，让大家知道学习到了某种行为，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好，那么在设定培训目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目标一定要和他的工作相结合，只有你和他的工作结合以后，那么员工才愿意去接受这个培训，才愿意很好的去投入进来。所以说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你说促进销售部和市场部之间的沟通，使大家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达到提高沟通的效果。好，那么设定目标，目标千万不要太大了。我们说一个培训，一个单一的培训起到的效果是很小的，那么只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系列的培训才有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好，那么培训的目标，那么第二我们看一下如何去设计一个培训的内容。那么实际上在设计培训内容的时候要分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我们要找出所有和我们这个培训课程相关的内容，可以有一些书、报纸，一些相关的，参加一些相关的培训课程，甚至有很多这种系列的这种教材，你可以收集过来，找出和你的培训相关的那些内容，把这些内容都放到你的桌上，那么第二呢，你要对这些内容进行一些分类和整理，整理出按照逻辑进行分类和整理。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分清，那么这些内容里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么在一个培训里头，其实对于内容来说要分为三种不同的内容。第一就是必须知道的内容，那么就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学员通过这个培训以后必须要知道的。那么这样的内容通常来说在培训里占80%左右，占80%必须要知道的。那么第二，应该知道的内容，比方说学员应该知道，但是如果没有知道也不会影响到培训的效果，对培训的效果影响并不大，那么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占20%左右。应该知道，万一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学到这个内容，对效果影响不大。第三类是学员可以知道的内容，那么这句话什么，就像是一种附加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学员可以知道，知道的更好，如果没有知道的话对培训的效果没有影响，那么会分为三类内容。那么实际上你要分清你的内容哪些是必须知道的，哪些是应该知道的，哪些是可以知道的，那在培训安排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对待。比方说我要做一个时间管理的培训，那么对于20/80原则、四象限原则，那么这些都是必须都要知道，那么这些是培训的重点。应该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应该知道的可能是如何去做一个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知道也问题不大。好，那么可以知道的，比方说一些相关的内容、授权的技巧、做计划的技巧、做目标的技巧，那么这些呢是可以知道的。可以知道的内容是一种附加的内容，就是在培训进行过程中如果时间多出来了、富裕了，那么你可以讲一些这种附加的内容，如果没有富裕的时间你就可以不讲这些内容。所以说那么培训你必须对你的内容进行分配，进行侧重点的分配。好，那么接下来之后呢，你要对这些内容进行一些合理的安排。什么叫合理的安排？对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培训。不同的方式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培训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培训的方法。那么同样的内容如果方法选择不当，那么不可能让员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如果你把所有的内容都是用讲解这种方法希望员工学到，那么他不仅不愿意学，反而会对培训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他认为培训非常的枯燥，非常的没有意思，是一种很
很不愿意参加的活动，所以你必须选用很好的方法让他愿意接受。那么方法很多，有讨论，有角色演练，有学员上台来发言，有案例的学习，有小组之间的竞争的游戏。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应用不同的方法来实施你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个呢，将是培训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见的方法非常的多，老师的、培训员的演示、培训员的讲解，以及学员的讨论、角色演练，还有很多是声像教材。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些。那么实际在我们现在组织培训的过程中，我们会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培训内容的收集上，而忽视了对培训方法的开发。那我们知道培训在国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历史，我们也见到很多国外培训的方法，很多教学的录像带 VCD 以及很多这种游戏的道具，看起来非常的精美，能够帮助学员加快认识，加快了解，能够使学员的效培训的效果非常的好。那么我曾经看到一个科威公司讲的一个时间管理的培训，那么他在里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小的游戏，就大石头小石头的游戏。那么有很多石头，有大石头小石头放在一个容器里，那么如果先把小石头倒进去再放大石头就放不进去了，如果先把大石头放进去再倒小石头，发现所有的容器能够装下这所有的石头。那么一个简单的这种活动，使大家对时间管理头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种20/80原则，那种重要的事和琐碎的事的这种理解就更加的深刻，同时这个培训也变得非常的生动。那么我们知道有些培训如果光是用讲演，那是非常非常枯燥的。好，所以我们说在培训设计的时候要有更多的精力来考虑到对培训方法的设计，你要花一些精力去做一些道具。我认识诺基亚的一个培训经理非常的好，他告诉我他设计一个课程用一个星期完成了内容，用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了很多的道具，那么这个课程非常的成功。所以说你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培训方法的准备上。好，其实一个很好的一种培训方法，让学员去演练，让学员去做游戏，是更符合成年人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我们看一下成年人的学习应该如何让成年人在经验中学习到更多的这种技巧。那么成年人有一个经验学习圈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也是成年人培训中应该贯穿的一种逻辑的流程。那么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在和成年人做培训的时候要分为这样四个步骤，如果按这四个步骤，不仅在培训，在工作中他也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技巧。什么样呢？那么这个理论也是我们在培训中设计游戏的一个指导方法，指导方法。好，那么培训游戏做完以后，你要问他第一个问题，描述一下发生了什么，刚才做的这些游戏发生了什么，让学员客观地去描述一下刚才发生的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步骤。那么第二个步骤，你问一下你现在的感受，做完这个游戏有什么感受，哪些是成功的感受，哪些是失败的感受，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你要让学员组织讨论，分析刚才在游戏中大家的行为，哪些行为导致了好的成功的表现，哪些行为呢却使一个不好的表现，造成了一个不好的结果，让大家去分析行为。请大家注意，我们成年人在培训中需要学习的是行为，因为只有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工作中的业绩。我们学习的是行为，并且要把这种行为变成我们的习惯行为。好，第三步，要让学员去分析哪些行为是好的，应该保留的，哪些行为是不好的，应该克服的。好，那么第四步，就让学员去计划，如果下次我遇到了这样的活动，我应该怎么做。很简单，多做那些好的行为，不做或少做那些不好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成年人在经验中学习的一个经验学习圈的理论，那它也是我们在设计培训游戏中一个指导思想。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在培训中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游戏，但是游戏做完了以后却缺乏对这游戏的一种提升，不知道如何去提升。所以回去以后，学员记住的仅仅是游戏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快乐的感觉，那么并没有通过游戏学到真正的好的行为。
所以说，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成年人经验学习圈可以帮助我们把游戏做得更好，可以帮助我们使学员真正从游戏中学到更多的习惯行为。那么这一点请大家注意，如果一个游戏和游戏后的按这种四步骤进行一种分析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游戏完的总结占的时间要比游戏本身一定要更多。比方说一个简单的一个比例，你一定要注意，游戏做了20分钟，那么它后面的讨论不能少于20分钟，应该比20分钟要更多。那么实际中我也做过很多培训，我发现如果游戏做完以后按照这样四个成年经验学习圈组织大家去讨论，他讨论的时间往往比游戏的时间要多得多。那么每个学员能够通过这种讨论提升出更多的那么这种培训中需要他学习到的那种重要的行为和表现。好，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讲在培训课程设计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在培训流程的第三个步骤，如何去实施这个培训。培训课程设计好了，如何去实施？好，我们看一下，在实施培训的过程中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通知学员，在通知学员参加培训。那么现在我们很多培训组织人在这一点比较疏忽，就简单的发个传真或发个 email 在什么地方参加培训，那么这个通知是不完善的，没有起到通知的效果。那么通知培训的通知不是为了通知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培训，这不是他的主要的目的。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让员工在来参加培训之前就处于了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和我们需要他的这种状况是一致的，使他在培训中能够尽快的进入角色，能够尽快的适应这个环境，尽快的和大家分享出更多的经验。所以培训的通知是对员工在培训之前需要做的一些准备，需要具备的一些期望值的一种预先的一种通知。所以说培训通知是非常多的。那么实际上我在接受了很多国外的培训，我发现他们的通知会非常的大，有很多页，不仅包括一些时间地点，甚至包括在培训过程中我们需要哪些方法，那么你在过程中应该多参与。那么这个过程中是调节学员在培训之前那种期望，让他知道哦，这个培训是由活动组成的，是由游戏组成的，那么他会以提前一个很好的心态去投入到活动中，去投入到这种游戏中。如果我们的通知只说是培训，很可能你的学员认为那这个培训就是我要听8个小时的讲座，他就光带着一个脑子就来了。然后他来了以后你说现在大家做个游戏吧，试想在这种状况下他愿意做游戏吗？他能够投入做了游戏吗？不能。所以说在培训通知时候你要注意我们这个培训有哪些活动，让他提前都知道。那么甚至那么在培训通知的时候，由于我们有这些活动，所以你的着装需要注意一些，着什么样的，穿什么样的服装。因为现在培训有很多的游戏，那么有很多的服装可以帮助你把游戏做得更好。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那么我有一次培训做团队建设，其中有一个游戏非常的好，那么这个游戏呢就需要每6个人每人伸出一只手，一个手指头，大家用6个手指头要把一个同事呀提高1米。那么这个游戏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对着装有要求，那么有一次非常的成功，那么被提的人正好他穿了一套牛仔裤，而且穿的旅游鞋，那么大家用一个手指头去勾他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好，那么实际上学员通知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接下来呢培训实施的时候要有一些行政的支持，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比方说培训场地的选择，那么我们说培训要起到一个好的效果，其实培训场地的影响因素非常非常大。我做过6年的培训，现在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培训场地对学员的投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有一次我试了，上午我让大家做成一个课桌型去讲课，那么其实上午是高峰时间，大家应该投入，但是就发现大家非常的疲倦，没有人积极的参与。那么下午我把所有的桌子都撤掉了，让所有的员工做成了3个大圆圈，然后再讲座。那么我发现培训刚一开始，所有的人已经吵成了一片，已经投入，已经完全投入到培训当中。我这个时候需要做的事情就一个劲的喊
安静，安静，大家一定要安静。实际上，那么培训的场地对培训的效果影响很大。我个人觉得，那么在做培训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是你不可能控制的。比方说，那么内容你是否能做得更好？那么你培训技巧能是否做得更好？这个你一时半时不容易能够改善。那么你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改善呢，就是培训的场地。所以说，那么我希望大家在做培训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的精力投入到场地上，把这个创造一个很好的培训的场地，因为这个是你能够做到的事情。好，那么培训的场地其实第一个要求一定要非常的简单明亮，简单明亮，因为只有在一种简单明亮，那么类似大自然的这样一种氛围里，人们坐在里头才会感到很轻松，没有压抑，才愿意去参加。那么实际现在我们很多的培训的场地并不是非常的好，总是一种昏黄的灯光，还有很多这种杂物，在这种环境里，那么学员的心情或多或少会有很多这种压力。所以在培训的过程中，一定要让你所有的灯都亮着，一定要是非常明亮的一种感觉。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培训中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那么这个是我所见到培训里最欠缺的一个地方。那么实际上足够的空间对学员的影响非常的大。第一，现在我们的培训安排了很多的游戏和小组讨论，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那么这些最重要更好的培训方法就没有实施，不可能实施。没有场地做游戏，没有场地分成几个小组大家就讨论，那么就等于我们最好的培训方法却不能用，只能用唯一的方法，那么就站在上面进行单向的这种讲演。好，培训场地一定要足够的大。还有一点，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在的这个地方，我身边挨着我紧紧的又坐着两个学员的话，那我的心情就变得有一些压力，特别是大家不熟悉的时候，那这种压力就使我在参与就变得非常的少。那么实际上一个培训的场地要求每一个学员都会有一个独立的私人的空间，使他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况下。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遇到的培训场地都非常非常的小。那么上一星期我做了一个培训，效果非常的好。我知道，我说你按50人的标准去给我租场地吧，他按50人租了一个80平米的场地，实际培训的人只有16个人。那么实际上16个人坐在80平米的场地里，他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没有压力。那么在做游戏，在做讨论的时候，也非常的游刃有余。那么那个培训非常的成功。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节约几百块钱的场地费，使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好，那么接下来培训的场地，那么尽可能是独立的，没有干扰的，比较独立的。那么要有足够的光线和适当的温度。那么这个你一定要注意。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培训是在酒店里做，就会发现酒店里就是冬天太热，夏天太冷。那么第一呢，你要调节好温度；第二，你要提前通知学员培训的场地大致是什么温度，你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那么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3年前我做一个培训，在一个酒店里，那是冬天，是在春节刚过了冬天，大家都穿着皮大衣就来了。每做一段时间培训，大家就会脱一件衣服，每做一会儿就脱一件衣服，实在非常的热。那么最后一天，大家纷纷要求能不能买一些冰棍来吃，实在是非常的热。所以说，那么你在培训场地里头有很多值得你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你可以做到的，他们对培训的效果也会有很好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好，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如何去开始一个培训。那么看一下15分钟成功法，什么意思？就是作为培训员，至少比学员提前15分钟要进入场地。那么这个成功法，第一，可以帮助你克服紧张情绪，增加培训员的自信心。所以一定要注意，培训员至少要比学员早15分钟进入场地。好，那么这个呢，第一，你提前来到场地以后，你可以轻松的做一些热身的活动，使你感觉到比较轻松。你可以在场地周围做来回的进行走动，熟悉场地的
各个布局。那么实际上你这样活动以后，不仅你的身体得到了放松，更重要的一点，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因为你了解这个场地，你觉得你就是这个场地的主人，那么这样可以增加你的信心，可以在培训的时候就不太紧张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不论你多么的内向，多么的紧张，你在自己家会见你的朋友的时候，你说话肯定是滔滔不绝。相反，如果你在你朋友家对朋友说话的时候，你可能就变得谨小慎微，有一些紧张和拘束，不能说很多的话。所以你提前进入场地，给你造成一个很好的感觉，你是这个家庭的主人，然后你会亲自去迎接你的朋友，那么就是你的学员，逐一和他握手，请他们进来，那么这样的感觉非常的好，这样可以有力的克服你在培训之前的那种紧张情绪。那么培训中最紧张的一种状况是什么样？就学员都坐好了，大家一鼓掌，然后你从门外走进来，那么这种情况任何一个人都会感觉到紧张，因为你是到一个陌生的大家庭里去做客，对陌生的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去说话。好，那么所以说15分钟成功法非常的重要，你要至少比学员提前15分钟来到培训的场地，来熟悉这个场地，增加你的信心，然后亲自去迎接学员走进这个场地。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培训开始的时候如何去做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一个好的开场白能够影响整天的培训的气氛，所以说培训五分钟的开场白是一个整天气氛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好，流利的开场白也可以增加你的信心。前五分钟你如果培训非常的顺利的进行了，那么你的信心就会得到很大的一种增加，所以说一定要精心准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场白。那么开场白各具特色，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开场白不是通过刻意的准备，一个好的开场白你可能有一些刻意的指导原则，好的开场白最好的是在你在现场发现的某一种小事，或者现场的某一个学员，现场的某一个道具，或者现场你看到的某一件小事情，你以这样的东西当开场白显得非常的轻松，学员也愿意接受，那么立刻就使你和学员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很近，所以说一个开场白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怎么样去讲解，在培训中怎么去讲解。那么讲解最重要的原则，生动活泼有感染力。好，那么如何做到生动活泼，那么这个和自己培训员的天分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有些人在说话的过程中就容易生动，有些人就比较低沉，那么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来源就来源于你是否作为培训员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培训中。试想你做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讲演肯定是生动的，肯定是抑扬顿挫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好的培训员最重要的一条，我觉得那就是你热爱这个工作，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进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学习一系列这种培训的技巧。所以讲解一定要生动活泼有感染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第二，在讲解的过程中一定要有逻辑性，这点非常的重要。比方说其实我们培训是有很多方法做成，那么有讨论，有游戏，有各种方法，那么各种方法带来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学员感觉到缺乏逻辑性，因为缺乏逻辑性了，所以他就不容易记住，只有逻辑性的东西才容易记住。所以说在培训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注意要做到一种意境。什么意境呢？像散文的意境，是形散神不散。所以我们每次做培训有各种讨论、游戏、角色演练，但是始终贯穿着你培训的那个精神，你培训的那个逻辑，所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接下来在培训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实例来说明，你在说明一个技巧、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用活生生的实例来说明，不能用抽象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讲一个故事之前，你一定要说时间、地点、人物，你说昨天上个星期六我的一个朋友什么什么名字，说要这样大家觉得更实际、更生动、更容易吸引住。好，那么在讲解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注意，培训中学员是主角，
学员是主角，所以你时刻要注意以学员为中心，如何去调动学员产生一种共振。你不能是让学员跟着你走，而是你跟着学员走，你调动学员。所以在培训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注重对学员这种调动，时时刻刻保证你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动作都是一呼百应。所以在培训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学员这种反馈，达到一个和学员这种共鸣的感觉。好，那么在培训的讲解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多用肢体语言，多用肢体语言。那么第一个肢体语言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我说一个好的培训员和好的一个老师最大的一个区别，你能够看到的区别非常的简单，最大的区别就是培训员在讲课的过程中他会来回的走动，而老师是站在那儿不动的。所以第一个肢体语言就是在培训过程中你的移动或者说你的走动，你要不断的去走向各个学员，使各个学员对你都有一些亲近的时候，所以你要走到学员的身边，走到教室的各个角落，这是第一个肢体语言。那么第二非常重要的，你要和学员有眼神的交流，有一对一的眼神的交流，那么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培训的过程中有一个技巧，就是每隔10分钟到20分钟，你要和每一个学员有过一次目光的交流，是一对一的目光交流。你要看到每个学员，你要让每一个学员看到你正在注视着他。好，那么接下来呢，你的语言一定是一种阴阳顿挫的，抑扬顿挫的，你要有很多这种手势，要用开放式的手势，不是那种这种封闭式的手势。那么这一点都非常的重要，要多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使你生动，使你更加有吸引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在培训中如何提问，如何回答学员的问题。好，培训中如何提问，如何回答学员的问题。好，我们先看在提问的过程中你要注意的问题，或者在提问中你要做的事情。第一，提问一定要适度，或者说你提的问题，你向学员提的问题一定要非常的简单。你注意在培训中我们提问的目的和在老师在课堂中提问的目的是不同的，老师在课堂中提问的目的是检验一下学员是否懂，而在培训中很多提问并不是考察学员是否懂，而是调动学员参与进来，征求一些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反馈。所以说提问的问题仅仅是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所以要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任何人都可以回答得出来。那么实际上我们见到了很多培训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总是在培训的过程中提问，而提有一定难度的问题，那么学员立刻就会造成很多那种紧张的气氛。我也参加了很多培训，虽然我做了6年的培训员，但做的时候如果有人突然提出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我立刻也会变得紧张，我立刻就感觉到我又坐到了小学的课堂里，我的老师又要提问，又要让我背英语课文，那么很多不好的感想立刻就充斥到我的脑海里头。所以说提问一定要简单。第二，提问中培训中其实每一个步骤之后都可以提问，去增加大家的参与，了解大家的更多好的一种方法。对于那种说话少信心弱的同学，你要提更简单的问题，并且以鼓励的目光看着他，争取让他回答，争取让他参与。而且对这样的学员要多进行一些赞扬和表扬，那么对这样的学员，他每的说了一句话没发表意见，你一定要号召全体学员对他进行表扬。很简单，就是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大家一起给他鼓鼓掌吧，哗就会鼓掌。那么请大家注意，在你的培训课堂里一定要经常能听到掌声，一定要经常能听到笑声，一定要能听经常听到人对人的这种鼓励的声音。好，那么在提问的过程中呢，你也要运用一些肢体语言，走到他面试面看着他，亲切的向他微笑着。好，那么这是在提问中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在提问中千万不要做的事情，不要总让一个人回答，不要总提问一个人而放弃了提问别人，那么这样呢就使你的课堂逐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使更多的人失去了兴趣。所以说不要只提问一个人。好，不要
只提问一个问题，或者在一个问题上消耗太多的时间。不要问过长、过难或者兜圈子的问题。不要提完问以后立刻自我做出解释。请大家注意，提问以后不论多长，你都要保持沉默，让学员思考。那么最终不论多长，有学员会给你进行反馈，这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提问以后自己再做解释，提问以后要沉默，不论多长时间你要保持沉默。好，那么这是在提问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你提问学员，学员很可能也会提问你，怎么样回答学员的提问。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在培训里头，学员提的问题你不可能有更好的答案，不可能有更好的答案。学员的问题你通常不可能有更好的答案，所以说学员的问题你不要回答，让其他学员回答。那么这是在回答学员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指导方针。如果一个培训员不会没有这样的一种培训技巧，那么学员的问题你都去回答，那么终究你会遇到一天学员提的问题你不会回答，那么这一天终究会到。如果学员提了问题你不会回答，又提个问题你又不会答，那么最终你就会遇到一个最最悲惨的一个事件，对于培训员最最悲惨的一个事件就是要被学员请下台去。那么原因就是你回答了不该回答的问题。好，所以回答学员的问题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重述学员的问题，您的意思是哦，这是什么意思。那么第二个步骤，征求其他学员的意见，其他学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哪位能够回答一下。要让其他的学员，因为他们是同事，他们在同一个工作环境里工作，他们知道彼此的问题，他们知道彼此问题的答案。好，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学员回答了问题以后，你对其他的学员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那么最后你问，这样你可以满意了吗？与提问的人进行一下确认。那么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回答学员中的一个技巧，原则上就是自己不回答，要让别人去回答。好，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培训模式的第四个内容，如何跟进应用辅导，如何在培训结束以后去辅导学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如何做培训后的辅导，不是在培训后才开始，在培训之前就开始了。我们说，那么在培训的辅导，谁是最好的合适的人选呢？那么就是学员的直接经理，因为直接经理才有可能看着他工作，直接经理对他才有一定的这种督促的力度。好，那么应用辅导，那么就是说在培训之前你必须和他的直接经理有这么一种协议。什么协议呢？他负有一个职责，就是在培训之后去辅导他的员工，去督促他的员工去运用这些学到的技巧。所以说培训之前你不仅有对学员的通知，还要和他的直接主管有一个应用辅导的协议。那么第二，在培训之后你把培训内容告诉他的直接主管，那么你说我们参加了这些培训，希望你对他进行辅导。那么接下来之后呢，你要不断的去和他的经理进行沟通，去检查一下他辅导的结果，辅导的结果，去跟进一下他的辅导的结果。所以说注意，人事部的人，培训的人员不直接参与到辅导过程中，他的目的就是跟进，看他的直接经理有没有对他进行辅导，有没有对他进行推动。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培训的第四个应用辅导这个流程，你就要和他的直接经理有协议。那么第五个流程就是最后一个流程，就是培训的评估。好，那么实际上，那么培训在国外已经发展了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培训效果的评估。那么所以说你先要注意，培训效果至今在培训领域里头是唯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培训是企业出钱做培训，目的就要产生更多的利润，所以培训效果企业做培训评估就想说，花了1块钱，那么做培训给我带来了多少钱的这种利润，花1块钱是否能够得到5块钱的回报。那么这个就是最终的效果的评估，但是这个效果
实际上在实际中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好，那么实际中，那么在这个效果之前呢，会有三个级的评估，那么实际加起来会有四种评估方式。好，第一种评估叫一级评估，就是课堂效果的评估。那么这个和最后一节都是息息相关的，有着一定的联系。课堂效果的评估，课堂效果的评估，培训完了给学员发问卷，去问一下课堂效果。那么实际上一定要注意，课堂效果的评估不是评估培训内容的好坏，因为培训内容是好是坏这个时候不知道，只有他运用了以后才有可能知道。所以课堂效果一级评估，评估培训效果不是培训内容，这些只培训一个最重要，就是培训在组织的过程中以及培训员在讲课的过程中是否能够调动学员参与，那么培训的行政安排是否能够方便学员参与。那么培训效果课堂评估目的最重要是评估这个东西，可以有助你提高你的培训技巧，在你以后在组织培训的时候行政安排的更加完美一些。好，那么这是一级评估的一个重点。二级评估就评估学员是否记住了学习的内容，因为他只有记住了才有可能去用，只有用了才有可能成为习惯，只有成为习惯了才有可能创造出业绩。是否记住，那么这个呢，根据人的遗忘曲线，人在一周以后会忘掉很多内容，所以说那么这级评估是在培训以后的一周，然后给发学员一个问卷，问卷非常的简单，就把主要的培训内容让学员默写在上面。那么这个第一检验学员是否记住了学习的内容，那么第二也提醒学员再复习一下学员的内容，学过的内容，帮助他记住这个内容，是在一周以后发一个问卷，就把让他默写培训的主要内容。那么三级评估，三级评估就是评估工作行为的改善，就是评估他是否把这些学到的行为运到了工作中，他是否在工作中运用这些行为，运用这些技巧。那么所以说三级评估就是一个难点，那么很多公司花很多钱做了360度的反馈，可能能对他的行为做出一定的评估。那么实际上，那么这种评估是要在学员参加培训之前做一个评估，那么培训结束以后再做评估，然后对比两次的差距，能够找到培训给他的行为带来了哪些表现。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评估那耗费的人力物力的成本非常大，它比培训本身耗费的人力物力还会多，所以说这种评估那么在我们平时在做培训中它的可行性就非常的小。那么这种评估只有在大型的企业集团里它会评估一些，来衡量一下它这个整体的效果，抽一部分人。好，三级评估就是评估它是否在实际中运用了这些技巧。四级评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评估一下培训对企业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到底为企业创造了多少利润，就是说花一块钱能够创造多少钱的利润。那么实际上很多培训教材上都说，那么实际上培训给你带来的利润是25倍，就是说你花一块钱能够得到25块钱的这种回报。那么不同的公司那么在实验中做过这些方法，在某一特定的人群里做过，那么它的回报都是非常高的。那么具体有多少回报，你的企业花一块钱培训有多少回报，那么实际上这是我们培训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环境，要保持很多的环境才能做到，或者说只有在实验中能够做到。所以说那么我觉得一个企业做好培训，不要把目光集中在培训花了一块钱能为我赚到多少钱，因为这个是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你也不可能得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企业要做好培训，你就是按专业的流程去做，使你的培训的效果达到最好。如果培训的效果好了，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保证，你花了一块钱你得到的肯定比一块钱要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培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说那么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去做好培训，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在这个培训的费用是否物超所值。如果做好了培训，任何一个培训费用都将是物超所值的，很有可能
他的给你的回报是10倍、20倍的回报。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了企业培训的流程和在培训中的技巧。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培训变得更有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使你的企业的人变得更加的有技能，培训的投入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大的一种回报，我们相信这一点。好，非常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